活吗？啊，朋友们大家好啊，这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vlog， 因为很长时间没有通过录这个和大家分享我的生活了啊，所以这期准备了很长时间，可以说是诚意满满。主要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工作安排。我最近呢是有几个其他在相声方面上呢，最近也有动作啊。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要办专场了。首先第一个专场在成都，我们准备了一个新作品，这新作品特别好。剩下的没什么别的工作安排了啊，就是这两样。然后这期 vlog 我觉得是我所有的这 vlog 里最有诚意的一期了，干货满满啊。那咱们下期再见。